记录一下。你现在几公斤？54啊。速配。来吧。可以啊。你 OK 吗？回家。真心的工作，怎么叫真心找啊？慢慢了。陈建州，黑人，跟女星范玮琪育有双胞胎菲菲、翔翔。近年他努力深耕在职篮 PLG， 经常在社群分享生活点滴的他，今31日图在社群晒出一部影片，并自曝妹妹生重病。贴文中他写到，妹妹住院24天终于可以出院了，因为她的肺功能尽量不能太喘，所以只能背着她上楼，已经不记得上一次背着她是什么时候了。文末他也沉痛表示，妹妹接下来就是要等待器官移植才有机会，一切就交给上帝来安排了，我们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，加油加油，我们都为你祷告。影片中陈建州开车接妹妹 Vicky 从台大出院，并关心妹妹，问到现在状况还 OK 吗？妹妹回应表示非常谢谢台大医院，现在血氧心跳仍然比较快。的护理人员，谢谢你们，他们真的很贴心。还有那个术医师，内科的术医师，谢谢。谢谢手麻痹。对，有血氧心跳比较快。陈建州接着将妹妹带到家中，孩子拍背她上楼回家，让妹妹害臊表示这是什么画面，我现在54公斤，兄妹好感情溢于言表。你现在几公斤？54啊。速配。来吧。可以啊。你 OK 吗？回家。真心的工作，怎么叫真心找啊？慢慢了。好，帮我拿一下。没关系。最后妹妹暌违24天终于回到家的画面相当温馨感人，不少网友看到后纷纷打气留言加油，早日康复，一切平安。谢谢。呼吸可以。